不要太过分了，陛下明知我心悦江二娘子，这是置我于何地？朕劝你收回你的心，臣告退。沈玉荣请求赐婚的事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所以我会去面见圣上，说我们两家有指腹为婚的婚约。我不想连累你。说我是心甘情愿被你连累的。我这个人向来小气，看中的人。 也自然不肯拱手相让。宿国公可真是痴情啊！只是我为江离折了不少东西，你要怎么赔？这个足够吗？我很好奇，圣上如果知道萧恒为了一个女人交出龙武郡，那他是会被抄家，还是诛九族？